大家好，我是怡婷。今天我们在合欢山，然后在这里，好累啊，好想睡，但是就慢慢走。我们要去上个厕所再出门，你们就陪我去上厕所，因为我们家的人刚刚去上厕所，然后我刚不舒服到爬不起来，在这里。我跟你说，我现在已经脸色很不好，因为我真是太不舒服，需要睡一下。所以现在才要去上厕所，好烦，不行，等一下再跟你讲。我们 go go。这个就是厕所，厕所你好远哦。跟大家介绍一下，哇，停车场三秒位置到了厕所，厕所那边又叫松雪了。我们要去前面的那个叫什么滑雪山庄。不舒服，等一下，我去我们休息一下，休息一下。像我就是很怕我高山症压开，所以我就会压开。台湾国语就是，哦，不舒服，好想笑，就是发作了。对，我就很怕我高山症发作。所以我就会反而越有压力越睡不好，然后越睡不好就像现在一样越不舒服。哦，等一下，我好晕啊。哦，哎呦，这个地等于裂掉了，你看凹下去又裂掉，走在这里是蛮恐怖的。在合欢山这里走路，哇，那边的山壁也太美了吧，你看那个山也太美了吧。来来来，我帮他拍一张，来，我的手机，来把你翕一下，来，我帮他拍一张。植物是什么样植物？嗯，它很可爱哦。有没有走啊？不知不觉走了0.1K，不是1K，是0.1。在这里跟大家说，今天其实是礼拜五，但是呢，停车场呢有满满的车，很夸张哦，一度找不到车位，等睡一觉起来才发现，哎，有人开走了啊！我跟你讲，我睡着之后起床了，好笑。我为什么起来的原因，其实也还蛮好笑的，因为我面包封皮爆掉，吓醒我，想说谁开这样，吓死我了。你知道美剧看太多就会这样，就想说哇，现在是怎样，有案件发生了。因为我跟 我姐姐最近都在看那个美剧，我有那个命案现场，有点恐怖。好恶心哦，什么好可怕，很可怕的那种，很可爱。你看它在这边的时候长这样，这个好像珊瑚哦，珊瑚礁哦。说到重点了，就是一个树的阶梯，阶梯，卡哇伊。谢谢你，我跟你说，全身上下的细胞都在呐喊着 Finn， 但是 Finn 离我好远了。来，我们看现在几度，要下雨了，雨要来了，天哪，我们要赶快走。 Let's go， 阿妈，快快，好累。需要休息一下下。
我决定休息一下，我太累了，我需要 QK。